深山之中建冬奥场馆，面对恶劣的环境，经验的空白，建设者们如何突破瓶颈？中国建设者即将播出《助力冬奥》。是巍峨的燕山余脉，海拔2198米的小海坨山。山下正在进行一场超高强度的训练。一、二、三。这些从全国各地层层挑选出来的年轻人汇聚北京，他们之中的优胜者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建设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雪车雪橇赛道。雪车雪橇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熟悉，这项起源于瑞士和挪威的运动，包含雪车、雪橇、钢架雪车三项赛事。比赛中，运动员乘坐可操纵方向的雪车，或仰面躺于雪橇之上，通过身姿调整来控制滑降，从而在冰道上高速滑行。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开始，雪车、雪橇、钢架雪车项目已逐渐成为冬奥会上难度最高，同时也最具观赏性的比赛之一。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2015年七月，北京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资格。但是，中国的冰雪运动开展较晚，基础薄弱，很多冰雪运动没有合适的比赛场馆，而雪车雪橇赛道，甚至从未在中国存在过。在国内是空白的，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怎么成型的，脑袋是属于那种很懵的那种状态，就是你想到一会儿想到这样，一会儿想到那儿，就是想不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空白的未知的是最可怕的。按照设计要求，雪车雪橇赛道全长1975米，落差121米，相当于45层楼高，整体造型宛如腾飞的游龙。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将经过一个极具特色的360度回旋弯，以及其他15个不同角度的弯道。整条赛道在弯道数量、赛道长度和比赛难度等方面都将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要从零建设如此复杂的一条赛道，这对中国的工程师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缩小一点，缩小一点。所以说，这两个是最关键的一个。1988年出生的李焕涛，是北京冬奥会雪车雪橇场馆的项目总工程师。是差两个夹具，这地方呢。30出头的他已经有丰富的项目经验。43的位置。但作为一个国家项目的总工，还是第一次。这对于他来说将是一个超越极限的挑战。
这个状态肯定要写进去，就是29段只能完成那个蒸发管的一个基本的安装。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啊，我这个还要提前预约我们特检中心的人过来。你们上去的东西肯定压很多，要压到里面。如果说我做完了压，你肯定不压他才怪。没有借鉴的经验，然后国内呢又没有可以去咨询的像专家。图纸上的巨龙如何建在茫茫群山之上？反复推演之后，工程师们决定首先在山脊上做出钢筋骨架，安装制冷管，再在上面填充高密度的混凝土，最后喷水制冰，形成完整的赛道。雪车雪橇比赛是冬奥会上速度最快的项目，被称作雪上 F1， 参赛的运动员将在赛道内高速滑行，最大速度将达到每小时135千米，比中国高速公路最大限值高12%。国际奥组委对冰层有严格的要求，厚度必须为3到5厘米，表面误差不能超过10毫米。如果赛道表面的冰层出现偏差，高速滑行的运动员极有可能冲出赛道，甚至危及生命。在一次比赛中，一名选手在训练赛中发生意外，几小时后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自然状态下冰面相当脆弱，甚至运动员的体温都会对其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究竟如何才能让赛道表层冰面获得持续又稳定的低温呢？奥秘来自赛道内部的结构。如果将雪车雪橇的赛道剖开，你将看到这样的剖面图。在混凝土中排布的是制冷管道，制冷管里流动的是温度低于-18摄氏度的气液混合氨，然后在整个赛道内部进行循环，通过氨制冷达到赛道表面制冰效果，并以此来保持冰面不变的厚度和强度。这个过程中，混凝土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制冷的效率。低温通过混凝土传导至赛道冰层，一旦在混凝土中出现气孔，低温传导将受到严重阻碍，从而导致相应区域无法正常制冰，赛道冰面的强度无法保证，甚至融化变形。这对高速滑行中的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传统的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震导施工可以使混凝土紧密结合，但是这个办法却无法用在复杂的雪车雪橇赛道建设中。因为每个线型都不一样，因为它这个空间扭曲变化太大了，结构层又很密，然后又无法震导，这种的话是无法采用常规的一个支模浇筑成型的。如何才能让蜿蜒盘旋的赛道填充入均匀密实的混凝土？必须改变混凝土的浇筑方式，用人工喷射式喷枪能高速地喷出混凝土，同时喷射可以灵活多角度地进行，这些都将保证混凝土能被密实地填充入赛道复杂的结构中。
然而，这看似简单的喷射，对于建设者们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此前，国内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浇筑过混凝土。向茂盛、李焕涛请来的援兵。此前20年，他一直在钢铁厂从事耐火材料喷涂工作，有相当丰富的喷射经验。这次他将转型，服务于冬奥赛道的喷射工作。现在这边出浆的话，这边明显看的是不密实的，还有这个下部。虽然有着20年的耐火材料喷涂经验，臂力惊人，但一拿起这高速混凝土喷射枪，老向也顿感吃力。以前那个一个管径小，压力不是很大，一个人可以喷个半天一天都无所谓，但是这个枪就不行，这个枪一般的气力小了就拿不动了。现在我去喷的话，也只能达得到半个小时，连续喷只能达到半个小时，这是最多。雪车雪橇赛道全长1975米，由54个分段组成，每个分段必须一次喷射成型。如果以当时的喷射速度来算，完成一段赛道，喷射手至少需要连续工作20个小时。这对喷射手的体力是极大的消耗，因此必须扩充喷射队伍，轮流工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冬奥会希望能在各行各业中挑选出中国未来的喷射手，这是一场近乎千里挑一的严酷选拔赛。身高的话，必须要在1.75米以上。体重的话，最少也要在80公斤，因为毕竟整个喷射一开始要连续作业，作业时间要在20多个小时，平均接近30个小时，这对整个体能要求是特别高的。最终，这些准喷射手汇聚北京，接受总教头向茂盛的魔鬼训练。30岁的山东小伙杜奇龙是其中的一员。上大学之后去当保安，当保安就那时候就内心里面怎么说吧，就觉得当保安特别轻松，我不需要什么活不需要干，我只需要坐在那地方。那时候我们的队长，他特别喜欢我，他就跟我说，就是谈心嘛，他说我不建议你再干这个工作，说这个你应该去学一个一技之长，或者你应该去找一份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你干这个保安，你干一年还是保安，干2年你还是保安。当时他话说的对我真的就相当于拿那个棒槌之后照头打的那种感觉的。招募进来的年轻人即将开始喷射训练，夏日的小海坨山昼夜温差大，午间气温接近40摄氏度。站好啊，跟手一下。为了做好防护，即便40摄氏度的高温，大家也必须穿戴密不透风的装备。那个步伐一定要拉好，那个脚步，手势，一定要做好，好吧？好吧，就这样吧。那你呢？喷射混凝土的枪头重达40斤，如果算上不断输送过来的混凝土和喷射带来的后坐力，常人根本无法拿稳。你要全靠你手去托这个枪来摆动，就是空枪叫它从下面往上面喷，再往上扛起来，
五分钟都不得行。好了，这样啊，大家看一下，正好这间找平馆在这里，你看看这间找平馆就在这个后面，这一路下来基本上都有空的。像这边那个浆没挤出来的啊，像这种，第一个是可能吹扫也没吹扫干净，第二个它那个角度也不是很对。你的那个脚步马步如果扎不稳，那后坐力会把你往人往后推，你的枪就会扬起来。我好几次就是出现了，就是说那种状况，上不去，举不起枪来，然后一举就自己人又往后退，突然就是自信一下就没了。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喷射手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老向加大了训练力度。好，队长。21 22 23，来来来，大家辛苦了，来，你辛苦，大家辛苦。我的体重200斤，除了我们师傅是四川的，这帮都山东的。杜奇龙的老家在山东。20出头的时候，他只身从山东来到北京打工。如今而立之年的杜奇龙，终于熬到喷射手选拔赛的最后一关。但这些天的训练让杜奇龙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你老爸老妈在家里种辣椒，在家里也是忙，农民嘛，外边接近40度，然后我爸跟我妈还在棚里面摘辣椒呢。五个，我在里面待了5分钟，他们在一待一上午，觉得是，所以说现在年轻现在也想拼一点。我都感觉到像我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干化喷头轻松多了，那个12个小时24个小时在干，我们这个赛道也算啥了，还拿不下来。杜奇龙给自己定下一个家训任务，比其他喷射手早起1个小时，在宿舍周围的道路上训练体能，沿着大山来回跑一圈，重新振作的杜奇龙再次拿起枪头，100多个日日夜夜，2000多次举枪和喷射，在单调的训练和熬人的酷暑中，杜奇龙的喷射技术日渐成熟。最终他从近1000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成为喷射手21人大名单中的一员。2018年10月10日，雪车雪橇赛道进入正式喷射。慢点，由21名喷射手组成的喷射组，
将接力完成今天的首喷。这个面底下这个面要接下来，喷射即将开始，喷射手们做着最后的准备。来来，实战喷射讲究出料与喷射的配合。如果配合出现任何差错，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这个机子它有个节奏，聊来了，就留秒。如果你这个手没抓好，这个枪头，它最后要像蛇一样的摆的，你看前面那个这么大那个铁头，打到谁你都受不了。雪车赛道手喷，然后我喷的，就那种感觉。二十余项技术突破与创新，五百余天的不间断试验与努力，六百多次相关检测及检验，累计3000米的喷射试验，在这群建设者的努力下，这条巨龙不断成长。一年过去，雪车雪橇赛道已横亘在山野之中。就在小海坨山下的巨龙逐渐成型之时，山顶的另一个北京冬奥会场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也在紧张的建设当中。高山滑雪起源于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区，被称为冬奥皇冠上的明珠。这是一项技巧与速度完美结合的运动，运动员借助滑雪板和滑雪杖从山顶高速滑降，过程中左右盘旋，短短几分钟之内便可抵达结束区完成比赛。按照设计，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最大落差925米，坡面长度达到3100米，七条最大宽度约50米的赛道盘旋在蜿蜒的山坡上。比赛时，赛道上将被覆盖2米厚的冰状雪。然而，小海坨山植被茂密，山岩陡峭，没有现成的雪道可用，同时又属于四季分明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自然降雪量无法与北欧山区相比。那么，如何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制造出这些巨大的雪道呢？工程师们决定，首先要沿着山脊削除坡道，然后在冻土层以下的山体中铺设一条输水管线，从山下的佛峪口水库引水，通过大型泵站逐级泵送至山腰和山顶的几百个造雪点。之后
这些造雪机将日夜不间断地喷出大量人工雪覆盖山道，最后由压雪机压制成冰状雪的赛道。这样沿山而建的七条雪道就可以完成。然而看似寻常的施工方案却让项目经理傅兆坤倍感压力。高山作业运输特别难嘛，咱们山脚下的这个海拔是在延庆是在650左右，山顶是2198，啊，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如果它不限制我征地的话，可以破坏山林树木吧，我就可以去修各种这个回旋的路，可以达到我的工作点，但是现在不允许。高山滑雪赛道沿延庆小海坨山山体而建，但小海坨山又恰恰处于嵩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如果按通常的施工方式，用大型装备凿山开路，必将对山林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工程师在山体上可开挖的作业面非常有限。刚开始的时候上来运这个补给，吃的，啊，穿的，住的，啊，还有这个油料，啊，这都是人工从山下背上去。你要大5点到5点半出发，你要到达工作面的话，可能就是7点到7点半了，啊。这是在好的情况下，啊，如果在更高海拔，冬天的话，那就更慢了。冬天的话，可能前后要3个小时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是-20度或者-20多度，还有这个风又特别大，是吧？5到6级的风，甚至最大风的时候达到10级左右。你在那个环境下，连生存都是会有危险的。为了能保证正常的工作时间，凌晨5点工人们便要起床。一顿热乎的早餐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漫长的山路。此时已经是4月，但延庆突降大雪，山路全被积雪覆盖。接近中午的时候，一支小分队抵达接近山顶的工作面。冬天的小海坨山气候干燥，极易引起山火，因此山上严格控制明火，大家只能吃干粮补充体力。一顿简单的补给后，一天的工作开始了。那是的，这是牛肉汤，这没事。为了防止山体滑坡，巩固滑雪赛道，工人们正在利用山上的岩石砌出一道道石龙挡墙。在山体上铸造的石龙挡墙，可以平衡削坡产生的巨量土石方，同时又可以很好地巩固山坡。未来，工程人员还将试验一种全新的方案，利用石龙挡墙天然的缝隙，在其间喷入植物种子，
如果试验成功，石龙挡墙将与周边的自然融为一体。42岁的傅兆坤已经在这片山林里工作了2年。和参与建设的所有人一样，他非常珍视这片绿意葱茏、生机勃勃的山林，希望高山滑雪赛道的施工尽可能减少对山林的影响。它这个树枝有时候它遮光，遮光的话就把它弄出来，这都高山特有的物种。一进来有这股味道特别愿意闻。我想，咦，他是不是跟我认识啊？或者他能听懂我？你感觉跟这个有一种慢慢融入了进来的感觉，而且特别想在这过夜。怎么改造？这确实是个让大家挺应该深思的一个事儿。怎么去改造自然？为了让小海坨山原本的生态尽可能少的受到破坏，工程师们希望所有的坡道最后恢复绿色，这也是冬奥组委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也就是每年12月至次年3月是滑雪季，赛道覆盖冰雪成为专业赛道，而到春夏之际，山上冰雪融化，雪层下的植被又重新发芽，山林又恢复往常的绿色。赛道可持续发展建设的第一步是表土剥离。表土是大山的外衣，富含腐殖质，是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土质，但相比于厚实的花岗岩层和碎石层，施工区域内表土的平均厚度仅为15厘米，因此在工程之初必须将珍贵的表土剥离并收集。对对对，你先一块一块的爬，要不然太重了，它推不动。27岁的陶博文，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毕业，对对对，像这样，是负责高山滑雪赛道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工程师。今天，他将和工人们一起进行表土剥离。筛选之后，表土将被装入吨袋。这个咱这绿化这个土是最好的土，都形成团粒了，你看这一粒一粒的，透气性、保水性是最好的。来，又是一个，还有蚯蚓呢，往里倒。做表土剥离主要不是为了把这土剥出来，而是为了后期把它存放了以后，我们干后期的绿化呀，包括生态建设，再把这个土再给回铺回去。它里面有这一片地方的一个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就是它里面有一些种子，它的种子就是说只有这一个地方才有，然后你还不能从外面拉土进来，你可能拉的土呢它含有其他的种子，会导致生物入侵。未来这些珍贵的表土将存放在赛道两边，等赛道成型之后再进行回铺。如果说等他们都长成大树了再往上，应该很自豪。我应该说啊，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干过的地方，就人嘛都是有感情的，你天天跟这些树、跟这些土、跟这一片地、跟咱们这些施工的工人去打交道的话，你会觉得这些地方就像是你自己家一样，你会想着去怎么样去保护它，而不希望别人再去动它，再去破坏它。
不久之后，工人们将把半年前剥离的亚高山草甸回铺到海拔2198米的小海坨山顶。这也是检验剥离的亚高山草甸存活率的时候。好，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发芽的。这个你看长得特别像一个豆芽，是吗？实际上是一个草。嫩草已经破土而出，在建设者们的努力下，赛道可持续发展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花了很大功夫，你亲手去做的一件事，然后你看见这件事成了。